最近呢来了一个老师，哇塞，红马上跟我讲说，妈妈你知道吗？今天来了一个很帅的老师，哦、小孩看着都帅，然后我就心想很帅的老师，然后就一票排开，讲好像也还好啊。那你觉得他帅吗？那他分辨不出来。为什么？所以你觉得那个 Patrick 哥哥帅在哪里？戒指。啊、哦，帅在戒指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惜地。